像变态，他无时无刻都在看我。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打他下。你看，一离开他就会偷看。你在干嘛？我没有要跟你过去。没有。没有。你在偷看。站在门后偷看。嗯。嗯。你以为这样比较瘦啊？你在看什么？他很认真在自己听。干嘛？我在休息，你要跟过来。最近的毛真的很多，很多，你看已经一坨了。整天换毛啊你，啊？没有，我看毛一堆。谁叫你体积这么大？一天梳一点就好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记，快好了，今天的量快好了，一天输个几分钟，不然他会生气。你看，这么多哎，你帮我变好摸了，好的，还没输完呢，明天再去输，我先把这坨收起来，我都会收藏在废毛区。这一坨都是阿瑪的，那这半边是三角。阿瑪的目前这样子，比我的手还大。我要远离你，这个变态，小变态，马上出来！小变态要干嘛？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好不好？用那个饥渴的眼神看着我，饥渴的眼神。你是很饥渴，摸你，你吃饭了。
看什么？用脚摸你。我们一问晚场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谁呀？然后一直到后来，他才想起来说，哦，就是以前那个很讨厌的小孩子。